然后，哎，发现每次开每次视频的开头都是然后，然后这边西施才是这个啊、呃，主攻的话，我们选一个稍微强点的，就是稍微强点的东西做这个小内吧，没办法。然后这边看一、啊、下将面这个神赵云借话图，我当时就已经绝望了，我说这把得这把得当死板内呀、啊，把这两个忠臣摁死以后，然后再跳忠呀 <coughs>。当时就这样想的。然后这边陆神，他陆神直接选吴国。 陆神就是这边游戏开始的时候就跳反了嘛，陆神去跳了一个反贼，去打这边老然好看这边湘湘怎么打吧，湘湘这边啊、呃、一个无中生有，然后开了一个南蛮入侵嘛。当时我是觉得，哎你一个华佗一个什么一个华佗一个赵云嘛，我这边肯定得帮小虎打一下嘛，就让小虎帮我们这边先打下攻。结果这边老细说判了两个黑，判两个黑了以后，这个孙尚香顺手牵羊，然后一个铁索连环就。 孙尚香这边将命抿的也很准嘛，抿出我们这边是小内了，然后一个铁索连环，然后杀了一下队友嘛，然后这个赵云直接给直接给带走了，赵云死了以后，哎，那我说哇，我得我得变回忠诚了，就是这边没办法，小内就得这样打了。然后再说下我们这边手牌吧，我们这边手牌也很好嘛，一个雌雄剑，两个杀嘛，然后我们这边帮小虎打了一个无懈可击，小虎按理说应该也不会来内部我们，或者说干些什么奇怪的事情吧。 然后华佗给自己奶了一口，给主公奶了一口，然后过了。然后到大乔的回合，大乔应该是吃一个桃乐一下主公吧。然后其实这个 S B 双枪打法和我差不多吧，我感觉，就是他这边就是忙，就忙人忙的很果断，然后就忙给忙给也给的很果断，我觉得打的挺好的。好，然后这边这个到了小五的回合，小五小五什么事情都不用干，小五直接空过了。然后只要他不迈步我们，我们还有操作空间嘛？他不他没有迈步我们。 好，这边先吃桃，想骗一下两张牌，结果没骗成功，那没办法了。那雌雄剑去直接说，嗯、呃，雌雄剑去杀陆神了。就是陆神给我们摸牌，他不弃牌的，那我们就继续杀嘛。陆神一张桃，那他最后一张牌应该也是桃了。先过拆，然后再杀嘛。杀完以后，因为杀已经溢出了，两张火攻是准备打别人的。好，这样两个火攻去压这个大桥的血线嘛，然后把这个老西的这个乐不思蜀给拆了，然后这边再去杀一下小虎吧。小虎全都得压嘛，没办法。 这边主攻状态太差了，就得打得中一点嘛。这里为什么不去火攻这个孙鲁豫嘛？当时是觉得，哎，我们回合内，我们回合内可能就一张杀、两张杀了，没必要说去打这个。而且老师那边，老师那边手牌很多的，就是没必要说我们这边打。结果这边细之才做了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操作，他一个雷杀去杀了一个大乔，大乔琉璃给我们。他但凡去杀这个呃孙鲁豫的话，其实这把应该打得也不会那么狼狈吧？我觉得。 然后这边 SP 双枪说这个小虎感觉活不长了，就把小虎给收了。对，然后小虎收了以后，大乔大乔这边往我们这边贴一个乐吧，应该是铁索连环。我当时因为我有藤甲嘛，当时肯定说他万一火攻自己，那不就直接炸裂了吗？不敢给他火攻，所以这个无懈可击就得交了吧，就交出去了。然后这边嗯、呃、交了以后，他乐了一下，我们没办法。 然后这边大乔也失误了，就是就是他让我们多摸多摸了一张手牌吧，我觉得当时他可以直直接自己闪掉就行了，就没必要让我们多摸一张牌。然后大又到大乔的回合，大乔看能不能掏出一张乐不思蜀，先开了一张南蛮入侵，这时候一定要拿一定要无懈可击，打的慢一点让主公看看主公能不能就是能不能看主公能不能给我们先打张无懈可击。好，这边就求稳了，这边就九杀把这个把这个大乔给带走。 带走大乔了以后，这边就吃这个，因为这个点数有点小嘛，没办法，后面的杀用不出去了。然后这边吃一个桃就丢了，这边不想让主公血量回复上来啊，让主公卡着一滴血打。然后我们自己单就是单杀孙尚香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的啊、呃。然后这边就没有没有开桃园，然后手上留了一张桃，防止防止这个主公暴毙嘛。然后主公杀了一下杀了一下反贼以后，自己挂了一张闪电，哇，这张闪电当时。 看的我就很恐怖嘛，我觉得这把我控场控的好好的，你一个闪电挂出来，我总感觉要他妈出点什么事情。好，这边一张杀杀过去以后，就继续丢牌嘛，就留一张虚爆一张万箭，一张桃嘛。结果这个桃，这个闪电就炸了，哎，这边人算不如天算，控不住，然后过了吧，对。